心情。呢度可以控制上下喎，好兩秒內。哦，玩完。完了，您在座机别区，请小心月台控制。咁就呢个餐咧就系炸鸡腩啦，有两只只鸡同埋薯条，同埋一杯可乐啦，另外加嘅。一个套餐就140蚊，都几贵，唉，你知嚟食嘢啊？其实整体来说呢，在迪士尼玩呢都挺贵下，
雖然咧，我導師咧就包咗張免費嘅飛俾我哋入場，但係咧啲嘢食咧都係自己俾錢咯。你啲主題樂園咧，其實都係可以減一減價嘅啲嘢食方面。不過整體嚟講咧，雖然今日之後玩咗，淨係玩咗兩個，玩咗兩個機動遊戲咧，已經算夠皮噶啦。但係咧，都想周圍行下先咯。拖上去啦，好驚啊！好驚啊！荒野之旅啊！
哇，真系玩完啦！哇，头先啊，好恐怖啊！嗰个咁嘅情况底下，之前啊都有过呢度，唔知喺度咩嘅时候，竟然咧，佢竟然唔爆啊！超刺激啊，超恐怖啊！哎呀，我哋终于都玩完啦，超恐怖啊，吓死人啦！哎，真系超恐怖啊！啊，迪士尼周围咧，冚唪唥都系垃圾桶，有啲啊原封不动噶。咪先，点解会有架识得喐嘅垃圾桶嘅？等我行过去睇下先。哦，原来呢个垃圾桶系识得喐嘅垃圾桶机械人，佢叫小推。你哋知唔知道喺边个地方值得爬过啊？等我试下等个垃圾桶咁啊，整体嚟讲咧，喺迪士尼玩咧，虽然门票去贵咗啲，但系咧玩三样嘢都已经够皮噶啦，包埋一样睇嘢。其实除咗迪士尼除咗玩之外咧，仲有食同埋，因为咧迪士尼嗰边咧都有唔
少，除咗買嘢啊、食嘢啊嗰啲商店同埋食肆之外咧，其實咧價錢咧都好貴下。咁整體嚟講咧，我就玩咗三樣機動遊戲，其中一個咧就係《灰熊山谷》。哇，《灰熊山谷》咧嗰個礦車，即係過山車都幾恐怖下，但係咧都可以捱下，放肆一下。不過之前咧都有玩過《反斗奇兵大本營》嘅彈弓狗同埋飛碟，《明日世界》嗰個太空飛碟。至於食嘢方面咧，就喺玩完飛碟之後咧，就去咗我哋餐廳嗰度食咗個餐咯，都幾貴下巴，要成100多元。所以咧，你去迪士尼咧，千祈盡量慳啲使啊，因為咧有啲餐廳咧係唔收白銀通、阿里 pay 同埋 WeChat pay。雖然咧我仲想玩埋充電用車，即係反斗奇兵大本營嗰個啦，但係咧。我玩咗一轮咧，灰熊山谷已经抵唔顺啦，所以我都唔想再玩另外嗰两只机啦。除咗动车之外，仲有嗰个灰熊山啦。今次咧去迪士尼嘅行程咧，都嚟到呢度啦。咁中意呢条片嘅话，就记得 like 同 subscribe。咁最後咧，喺美國小鎮大家嗰個住米機咧，投咗呢粒嘢翻嚟，嚇！咁今日咧都玩到好攰噶啦，咁先無聊先啦。中意呢條片嘅話，就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。咁我哋下一次再見啦，係咁先，拜拜。